那叫零八年，零八年应该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了，哪四个字啊？叫多事之秋，是吧？后头我反思了一下，人套牢归套牢，侬一定要总结经验教训和根源，把我总结出来了。为啥大家会套牢，晓得吧？我也套牢。关键是我们没有听我们敬爱的温总理的话，所以大家套牢了，对吧？那就想，早在2008年的年头上，我们。